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祈求礼诸佛，及法比丘僧，今夜毗尼法，临正法久住，善护一口缘，自尽其自因，身莫说诸佛，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狮子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弟子一子，第二部分呢是二师摄受。这里所讲的二师就是和善和一子师。有题：和善摄行与一子大同，何而名之？因为和善来摄受教授弟子啊，跟一子师的一些有共通之处，所以合起来说。就当然呢，从一子这个角度来讲，一子是请一子啊，有七门分别。七门就是为什么要治一子，然后呢说无私的情况下，什么叫做无私？多长时间减私德，就是如何找一子师。那么请法怎么请，怎么互相摄受，然后治法对弟子有非法之事如何治法，然后如何是一子师，这样七个次第。那么七门当中呢，这记文当中讲说和善与一子相同，七门有三五六这两门呢，这三门呢是相通的，也就和善也是如是，一子师也是这样。其他四门为局一子师，对一子师有这样要求，因为和善他就不需请，一子师需要请等等，是这样子。就是三五六，就是减施德、摄受、自罚，也就和善跟一子这两者是共的一样的。那么自义、无私时节、请法和施法，这是唯有极限于一子师，就跟和善稍有不通，所以合起来说。我们看第一点，一子义，就是说为什么要一子呢？这讲说新受戒人窜入佛法，忘事无知，动变为教。窜就是刚刚初步，我们说串立呀、办杂志有叫串刊号，串刊就是刚刚开始，第一次、初次，就说这里讲说初入佛门，忘事，忘就是多的意思，很多事情不知道，教理教义、仪轨静止、举止法则。无知，无知就尚不知它的诡异。若有所作为呢，都会为以教，叫做动，动就是有所作为，有所做什么，那么都会违背以教制。如果不依靠师来训导的话，这样呢，就在静诱心神，由师来引导他的内心，就是静诱心神。法身慧命将何所托呢？就必须要依靠师，不依靠师的话，法身慧命就无所建立。所以在历单中自然未满五岁，即满五岁，未满五岁应该依止，已经满五岁依师的话还是要依止，而令依止有德，使知成法性，降成极义。这就是自义，自义简单的说
刚进入佛门，仪轨仪法不懂，必须要有师来教导，才懂得静止修学。下面解释几个字啊，知成就是知行，有知矣，行止。降成呢就是师德，这就降成以你降之有数啊，才能够成师之德。这两者呢都是出于自教的本意。第二点，得无师时节，就如果太急的恐怕还不行，偶尔也有一些情况下呢，暂时没有一指师。我们从这里看，所以新学的人一指师有何等的重要。四分讲啊，开洗足饮水矣，说一指。以前说还到一个地方还没洗脚没有饮水，马上说一指，他就昏倒了，晕过去，可能路途辛苦啊，或者肚子饿怎么样啊。所以后来开说，暂时你喝喝水，我们现在说洗洗脸休息一下，然后说一指，最多是这样子，这四分这样啊。所以说因比丘不洗足饮水，然后呢说一指昏倒，或开，这是开洗足然后饮水以后。下面是十诵，无好师听五六夜，意思说你找不到一指师，可以五六天没有一指师。有好师的话，乃至一夜不一指得罪，就有一天不一指的话皆不可以。下面说选择。那以下结论的言足少义有点稍微有点不同，就是结论摩德勒结论里面这一讲稍微反一下。结论讲呢还有五百问，这里两部论合在一起。自他所不相暗为，什么叫暗为？暗什么意思记得吧？熟悉知了解。这里说到别的地方还不了解不知的情况下呢，听二三日选择。这里是十诵是听五六夜无好师，那么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不相了解的情况呢，两三天选择。此例一耳就四分理应相同。五百问说，若不依止饮水食饭坐卧传习日日犯道，你看见没有？严重不严重啊？不依止，你每天吃饭饮水都犯道。这个犯道它不是指的是禅住物，禅住物因为体通十方供养身众乃至沙弥他都可以，形同沙弥陀陀有力养分可以。那这里讲呢，应该是自己的东西，自己人已经供养给你，你虽然是你自己的，然后你没有依止的情况下呢，也是不可以，也是属于犯道。若经时下不送戒者，罪同不依止，就是跟这上面一句一样，日日犯道，到十岁受戒，接下已经十岁了，可是送戒送不来，不会送，他呢同不一直一样。那我们差不多现在都不会送了，是不是这样？不是不会念了、啊、我们都会念了、啊、可不会送。最好啊，记忆性好的人呢、啊、还是送比较好。我们原先有几个比丘会送的，有几个我们送戒他不拿本散气，有几个现在这几个人都离开法随师，曾经没有本送过的啊。那现在都没有发现谁不拿本上去，都要拿本，拿本呢还念得磕磕巴巴，落笔就落半天还没落下去。这样呢按道理以这里讲那应该说日日犯道，但头脑不好用的记忆性不好的话，你硬教他送呢那是很困难，他记不得啊，他记得前面不记得后面。那么这种人力怎么治？
终身依止啊。所以说你要立遗旨呢，必须要送，把全部送下来。有记忆性好的人，我们这里有一些记忆性是很不错的，最好你下点功夫，不要以为说我没事干了，你把这本王天会背，这样背的要背得很熟才可以啊。曾经有两个比丘会这样，他背得很熟的，几乎中途都不要人家提醒他，他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下去啊。但是活在世的跟比丘肯定没问题了，我们现在都下点功夫都能够做到，更何况佛事呢？当然没问题，我们已经是进入末法阶段，还有人会说。那么记文讲莫德勒切就没有讲了，他这五百问题呀，若不出不依止受用犯道。什么叫做犯道呢？七页严照律师说，应该是失误，师父不许，师父不许。所以这个师父不许呀，可以理解为呢，和尚不允许你这样用啊，或者依止，因为这里我们讲的是依止法，依止法。那么或者说依止师没有同意你跟他依止，那等于说没有依止，没有依止的情况呢，然后你施用己物，这样理应得烦恼。因为虽然的东西都来自性施，下面说既非相似，这用同道。下面注解说明怎么叫换道，如果到换道怎么办呢？必是生物，一定是这个必是一定是生物十方同分，或是通许，不为切道。这因为说师生都会同许的，那这种情况下应该不是道。理如十诵，应该像十诵那样都不依止得罪。十诵的时候得罪是得小罪。唯教吉罗啊，他讲的唯教吉罗就是十诵的唯教吉罗，或可论家自己。论家就莫德勒切论和五百论，我们这里讲的是五百论呢，论自己一点。如果说要用缘来判这个放纵犯道的话呢，它是亦非纵疑。如果要言的话，就说犯道界比较有道心啊，心方便啊，己利本处啊等等，等等，按这样来判呢，不是纵疑。若下不送戒呢，蜡同失位，蜡同失位，他已经失蜡了。为什么呢？教行无知，不堪利养，所以他已经失蜡。按道理说呢，戒蜡很高，应该接受供养，可是他无德无知，不堪利养，故此有犯道。这是两不论的说法。这一讲第二点，无私急的话，应该说很短时间，最多半天或者小半天，你就要找依止师。找不到的话呢，五六页饮食送来说明五六页。如果有好师不允许一页，按照温热切里面两三天选择，这都已经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轻重缓急我们要了解。你下面第三点是减师德，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请做依止呢？这下面讲说一名请师不同，有诸不律的说法稍有出入。四分有五种，就舍离有五种，出家舍离，所依得出家。那么受戒阿舍离，受戒时做结魔者，教授阿舍离，教授威仪者。教授威仪当然指的是受戒的时候教授威仪，就是行止做法，等于相当我们现在的大师父。四是受经阿舍离，什么叫受经阿舍离呢？所从受经若说一乃至四句句，跟你说四句句啊，那都是受经阿舍离。第五是依止阿舍离，乃至依止住一宿，你依止他，请他做依止，依止一天，那都算是依止阿舍离。那么这是五种阿舍离。和善者从受得戒者四，当然十戒记住戒那都称为和善。和善等者多以十岁，
为什么要加个等者呢？凡事要称和善位，必须多几十岁，无论是寄足戒和善还是十戒和善，要多几十岁。阿舍离等者，凡是阿舍离这个位的，就多几五岁就可以。那 后面出三个字，除一子，一子不是要十岁吗？十腊才可以做一子啊。那么这里说阿舍离多几五岁，所以下面要减除一下，否则的话以为一子是也可以五岁，所以减除。所以阿舍离等就包括其他四种阿舍离可以五岁，也就是说和善同和善，舍离同舍离。我看记文怎么讲啊，列名当中出第一个是讲出家者，即十戒师，受十戒的有剃法阿舍离，因为受十戒的是有剃法阿舍离。和善舍离等者，和善等者，舍离等者，有吧？抄文不是有和善等者、阿舍离等者吗？所以说记文说什么等者呢？为以二师腊次同业，二师腊次同业，也就是说和善必须同和善的腊，阿舍离同阿舍离的腊，这样了解吧？凡是阿舍离五腊，和善都要十腊，所以二师腊次同业。一名同和善同舍离，也就是和善同和善，舍离同舍离。一子必满十下，所以不在等中，所以除之，不在那个阿舍离等为除一子。这是减师德第一个岁数的问题。这个岁数不是说他很老，七十八十我可以医治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戒腊。若准此文，四种舍离要多几五岁，四种舍离就除五种阿舍离除一子，方号舍离。一未满者，其他没有满，虽从受诵未彰圣名，就是说他不满这个腊呀。前这两段文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一段文当中上一半和下半有所不同。上面说他没满，说三岁四岁你依他受戒做结摩啦，受经啊，出家，他应该说从受诵受戒或者说学习未彰圣名。什么叫未彰圣名呢？不应该称阿舍离，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相反了，若准九岁和善得戒得罪，他没满呢、啊、你从九岁的和善那里去受戒啊，他得戒和得罪。这个九岁不是他生下来那九岁，不，绝对不是意思啊。此虽未满，得名何损？是不是两道文有点不一样？上面说未彰圣名，下面说这样讲呢，上面是未彰，下面应该说应该可以得名啊，舍离也可以得名，是不是啊？啊，记文讲耶纳简，前耶纳简呢，未满不明，不彰圣名，不明舍离啊。下面是准立可以得名，因为和尚他没满九岁可以当和尚，可是和尚得戒得罪，有戒指得戒，和尚得罪，那么这样也是一样。阿舍离呢，得名阿舍离，可是阿舍离他不够格，应该得罪。又善四舍离不得舍人，而替一子和善处，就前面四种阿舍离除一子以外，那么他不能舍人，舍人就是说做人家的一子。那么这样的人他不能替和善和一子这个位置，处就是位置，他不能做一子师，也不能当和善，因为腊未满。由依习做法，恢通始终，也就是说你受戒做结摩，或者受戒的时候做教授，出家的时候做法，那是依习做完了，他不能通未来，不能通未来。如果他腊够的话，你的结摩师，比如说我们受戒的结摩师和教授师，他已经十腊或者二十腊，
你原先我只是请他受戒，但是请的时候唯一大德故得受具足戒，请大德为结摩师。那么这个地方呢，一席做法我已经完了，如果你要再依止他呢，要再请，这了解吧？就你原先虽然请了，你请的是做什么？做原先那个事情，或者请他受经，请他呢做结摩教授，你依他出家。那现在我要依止他，必须再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原先依那个剃度师出家，我现在要依止他，你等于说要再请的，否则的话呢，但是一席做法过去了。下面说，若作师更请善事，必满十相。必满十下，他才能够更请做一子师，一从一子前法已逝，前法已逝就是说教授结摩受经，这已经失去了，他做法已毕了嘛，做法已经完了，虽然有请，后法呢必须要重新更请。这是简师德，好，完了，我们接下来归纳起来说，应该呢有三个标准。这就是本律三个标准，我们通常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师德啊，他的行德三种，一个呢十岁以善，二惜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必须要知法知二不律才称为智慧，能勤教授弟子，他不怕麻烦，你看日三十教授，如果他懂得知而不律，他不教授，你问他他不说，他我没时间我要修行，这样呢你也不能请他。所以说有七种共行法，更相摄养如和尚法中，比如说这请一子也是如是，跟和尚法一样，七种共行法。即文列德中，律中应自一子有心受戒者，受人一子多起非法，新受戒他就受人家依止，他没办法教导人家，使后来依止那个新受戒人呢起种种非法，所以说自要实相。又有十岁依师比丘受他依止，那实相可以，他说实相可以满了就可以依止了，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这种佛教的状况啊，沙弥不能受徒弟，然后他就赶紧去受具足戒，受了戒他就可以收徒弟了，他拼命收，他说我没受戒不能收，他等待在那里，然后受了戒他就收，一样子。那么有人说那你不行啊，你受戒时间太短了，他就数，他说几岁可以，几年可以，他说五年，那五年可以收，现在中国佛教协会降下来五年，他收去剃度啊可以五年就可以剃度，立志要十年。那么或者说有人说那十年好，我等待十年，十年了他就剃度。按这里面讲说，你即使已经食腊了，依吃受他依止也是非法，所以呢要食腊有智慧者，这律里面讲我们就三点当中呢要食腊要有智慧，又有智慧，有智慧则受人依止护智舍离行法令教戒啊。你自己说我有很有智慧，你智慧你要讲出来啊，你不讲出来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呢？这世间呢没力气你不能讲，没有知识你不能讲，你说我很有知识。曾经有一个盲人，他要充当呢自己有智慧，就是说学问很好，他眼睛是看你外面那个唯识学里面叫做浮尘根是好的，可能剩一根他坏，他拿一本书这么看倒过来，他在那看啊，这书实在讲得太好了，这样子人家这怎么搞的，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他看看封面是不是倒了，里面没有倒，看看封面他里面字也是倒过来了，他一直说啊，这书太好太好，他说那书讲些什么啊，他说讲得很好，故事很动人，其实他不是讲什么故事，讲道理。然后来呢人家说，然后拿别的东西让他看看，你们怎么这个怎么样，他看不见，这东西假不得啊，你没力气你说吹牛说我很有力气，这个石头我一搬就搬走了，你搬搬看，
对不对？别的可以讲，你这个东西讲不来，你吹牛可以不花钱，是不是？但是你要真干才可以的，这个是讲不得，没有学问不能讲。还有一个呢，没有钱也不能讲。没有钱你说很有钱，那要你向你拿钱怎么办？你去借人家还债的，就这个东西假不得。你就所以说孔老夫子想说，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不能说不知应充当知，那是要不得的。所以这里讲说，那有人说有智慧啊，看来过去的比丘也是这样，好为人师，是不是？好为人师可能是人之常情，当人家师父，有一些人家叫他一句师父，他就好像醉醺醺很高兴，是不是这样？有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么一来呢，说那好，那你要教戒，你教戒不了的话不可以，必啊此三必具，缺一不成。你有智慧能教戒，可是你岁数不到也不可。下面共行法当中，以前面呢无别七种共行，跟上面依止法当中的七种。摩诃热切云：凡欲依止人者，要依止人者，就应该怎么样呢？当号量仪，能长善法者，就是说，这是弟子要找人依止的法，你要一个找一个比较好的人，他能够增长你的善法的人。并不是说那个人钞票摩罗罗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钞票多那不是算什么呀？现在我们常常大陆的和尚呢，喜欢找一个洋和尚做师傅。那你讲洋和尚做师傅干嘛呢？就是要这个了嘛。你要不然讲洋和尚，你是干什么意思嘛？他说我将来可以出国呀。我虽然出国很少哈、啊，我认为外国的和尚也好，佛教也好，还不如中国。经典也好，出家人也好，环境也好，你说你出国去深造，在中国就不能深造了？中国古来大德他哪有出国去深造呢？他也没到外国去深造，他要样开悟。然后说我去弘法。我想中国语言我们整天学，从小已经学到现在的语言还没学好，我们的汉语还没学好啊，这里看得很吃力吧。你现在跑到外国去重新开始学他的语言，还懂他的方言，你才能够弘法，就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呢，外国真正信仰佛教有很多人到美国去，美国洋人信仰佛教的很少，就在华人当中，他华人不可能说百分百都信仰佛教啊，他也不信仰的，信仰洋教的也有啊。那你跟他讲，那就一小小圈，啊，我有认识几个人，他外面的我就了解了解。年前也有人劝我去出国，到美国去，跟他一起去。我说我去干嘛呢？我不了解那个地方，我去干嘛？对不对？好像往生他方极乐世界去，那极乐世界到底咋回事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去往生？往生怎么往生嘛？往生那里干嘛？还是受苦受累呀、啊、还是快活呢？你先了解嘛。所以说你要请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教法上，哦，极乐世界原来是这么好，所以我要去往生。那我到美国去，我还不了解那里的情况，我去干嘛？他说那你去学习呀、啊。我说和尚还是中国的好，我也这么感觉。他我这个人不是吹牛，我还比较爱国的，真是这样。我看那些人看不起自己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我还真的看不起他。你生在这里一个国家，你的自己本国你都看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我曾经出到外面去，人家瞧不起中国人。我去新加坡讲了几次经，那些洋和尚，本来洋和尚也是中国出去的，他是出口的，本来是出口的本地厂的嘛，出口到那里去，他反过来他就瞧不起中国和尚。
他说你们中国和尚怎么怎么，我说你还不是中国，你那个口音还留着中国的口音在那里，方言还留在那里。然后他就讲你们中国和尚啊很穷啊，对，跑我们来在外面来赚钱呢、啊、怎么怎么怎么样，他就瞧不起啊，你们这、中国不懂礼貌，中国人没有规矩，不讲卫生，不讲卫生我们其实承认，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城市里面也慢慢开始讲卫生，你不能说不讲卫生，你到北京上海去看看，现在大城市，我几年前到北京去已经大为惊讶，我说现在已经跟外国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没有出国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外国还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我看看这商店这么高级完全一样，只是说中国人心不死，总是觉得说外国好，外国的月亮圆，但是某一些方面外国所制造的一些产品呢比我们好一点，有些东西是比我们好一点，尤其汽车，比如说汽车，我们汽车造的实在是不如人家，开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叮咚叮咚叮咚就出来，人家那个是开了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那动力啊什么都很好，你不能不相信，你看日本鬼子他造的东西是不是，他就是比我们要好用，你不能不相信，这点承认，但是说外面样样都好啊，我看也未必，其实这几年人家叫我出国去我就不去，他们在外面说，我问他，他们在美国啊能够一次讲经有二三十人听经的话那是大场面，哎，我说我中国稍微闭着眼睛讲讲的我叫二三十人，对不对，你们就是你们去讲嘛，等到情义去讲也不止二三十人吧，即使他们听不懂他也不止二三十人，对不对，哪有这么多，他这这么多出家人在这里一起学习的话那实在是稀有未曾有，不可能的事情，真的不可，一个国家还没那么多和尚，新加坡一个国家才一百多个和尚，你想想看，他一个人住一个寺庙，两个人三个人的话他就肯定要分家合不来了，三个人就合不来他肯定要分家，就一人搞一个庙，这种情况啊，我说台湾佛教他只是说各行各业而已，其实一个寺庙一个花样，一个寺庙一个花样，它没有像我们大陆差不多这个寺庙也那样，几乎相同，但它不会这个寺庙有这个寺庙的一个样子，那个寺庙那个样子，他说他因为没有间断，他是大陆的解放初期的一些老法师几乎都跑到台湾去，所以说他那里没有断层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但是你看法藏法师他始终也没有赞叹台湾佛教有多好，他一提起台湾佛教他哎呀别提台湾，他还很不满意啊、他台湾现在就是说你众来领导难众，这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他一提起台湾就很头痛，我们现在相对来说还是难众是主要地位，并不说我们说男尊女卑，我教制本身是如此啊，没有好多多少，所以去外面干嘛呢？昨天他们来了，头头是一个当家来，他说有一个法师，他到曾经是到斯里兰卡留学，得什么硕士学位，现在到美国去。我说到美国简直是一种浪费，在大陆或许能够做一点点事情，我说到美国去啥事都做不成，真是这样子啊！有人他们。在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到美国去干嘛，跟人家看门居士，他们那外面有这么一个习惯的做法，一栋房子最底层是一个佛堂，那上面开商场，然后就找一个出家人坐在那里看班，我原来一个同学哈、在北京毕业一个同学，他就被一个居士请进美国，我们那高兴得不得了，总算可以去美国了，奇怪，我就不会羡慕那个事情，怎么弄我又不动心，到去外国我不会动心的，可能是脑子不开窍。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他有个佛堂，小小建一个佛堂，摆的佛像，放的功德箱，然后呢卖香，在坐在那拿椅子，整天在那里，有信徒来了偶尔人家念念心经什么的，他钱很多，人家扔扔扔扔的，他有一天起了个坏念头，
结果那些那么多美金啊，一张一张往下扔，然后他就偷偷把它拿来，功德箱可能拿个什么勾上来，可是他按那个监控器，被他看见，后来就不要他了，休掉。一时间在美国被休掉，那日节是不好过的，到哪里去啊？那是外国耶，不像我们中国，我不行的，福建不行，我可以到江西去嘛，江西不行到浙江去，附近一点还可以、啊。那就不行了，好不容易生存，然后现在在美国干嘛？开出租汽车，然后他总算有立足之地了。啊，但是美国的和尚初期不是很长的，他们要回到大陆来，几乎都到先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干嘛呢？赚死人钱，赚死人钱，就是香港几乎都是念经，到火化场、殡仪馆去念经的。他念一段时间，有一点钱呢，他回到大陆来，然后他们大摇大摆。你不了解内幕，哇，他美国来啊，真是了不起啊！你了解他啥呀？啥都不是，真不如我们的香灯师呢。我们香灯师还这么多人在那里，他起早贪黑，他那里算什么？他也香灯呢、啊，跟人家看门而已，咱不好听就被人家看门而已。啊、哦，我原来就是第二届有一些人，那学习相当不错的，研究生毕业要到美国去，现在就为一个居士看门，这确实事实是如此啊、哦。大概你们这方面也能够了解一点，其实没什么，不需要去这样子。当然，我们也没有星云大师那种悲怨，他过去是发的愿，以众生结的缘，他可以把佛教传到五大洲。都有佛光山，哪个的问佛？佛光普照是哪里？三千界。他有这种悲愿，可他能做到这样？他台湾佛光山的出家人可以住好几，就是说四众，他住的是四众的，好几千在那里。我们跟到那里看看，只是说表示赞叹。但是你要学他那样子，我也学星云大师，也住那么多人。你住那么多人你就乱了，他可以那么多人，他有那个悲愿，确实是了不起。这个东西你关在那里羡慕也不可以 啊那我去做慈善要跟正言法师一样，知道吧？正言台湾慈济功德会比丘尼，他现在做的影响可大，在台湾不了得，你去学他，你学他你就邪门。他有悲愿，他愿意做那一行的事，所以说这是个人的事情，啊，真正在外国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所以现在我都不愿意去，人家看不起我，我觉得我何必让你看不起？我堂堂一个出家人，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生存？你要弘法，我们的语言首先占优势，对不对？那么在大陆。你这个地方不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你哪里都可以啊！你只要你有本事，你不要怕没有用武之地。你在外面恐怕一个地方不行，你要重新建立一个地方，那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不需要去羡慕。如果是有机会到外面晃一圈呢，我看倒是可以，是不是？有机会在外面晃一下子，不要去住。我绝对反对到外面去住，没有意思，真是没有意思。修行，我看中国更好修行，为什么呢？祖师讲说，苦乐掺杂，你才好修行。如果在一个物欲极其丰富的情况下，很难修行。睡觉那个床都不要人躺，压一下就躺。压压就起来了，你觉得说这个世界蛮好的，何必去往生极乐世界呢？你会觉得很舒服，钱很多，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下很难修行。就是在外国可以说环境条件会相对好一点，中国相对来说呢还会掺杂苦一点，政策有点不稳定啊，有时候会这样那样管一管呢、啊。
啊，你姐说，哎呀，这时间有蛮苦的，对不对？你们在房间很热，好几个人住在一起，你会说，哎，这是蛮苦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给你房间安个空调，啊，那住得很舒服。你哪觉得这夏天很热？你没感觉很热吗？到哪个房间呢、啊？大殿也安上空调，斋堂也安上空调，然后教室安上空调，房间安上空调，你会觉得夏天很热吗？你很热。所以说苦一点，你会觉得说这世间实在是很难煎熬、掺杂啊。故此啊，还是在这个中国人腰杆要硬一点，不要呢，那个可怜样子。可能外国人来啊、哦，你们这真是很好了不起啊，在外国、啊、没什么。他如果出三界，从极乐世界倒驾慈航来，哎呀，真是了不起。我们怎么混了半天没出去？你这么早就混出去了，对不对？他混出国算什么呀？哎呀，你自己羡慕那干嘛？花点钱找个熟人嘛，你拜他做师傅，摇拜一下。我刚才讲了，摇拜一下子，然后他就给你弄出去了嘛。差不多他们就是想这样的目的，摇拜一个师傅，然后呢，他给我办个护照，他就出去了，对不对？某佛学院有他们那些学生，常常都是崇拜杨师傅，是不是这样？目的干嘛呢？想出国，想出国干嘛呢？想享受。有人说见识见识，也没需要见识那么多干嘛呀，对不对？嗯，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样子，你住在中国，你会心安理得。啊，我没有、出去很多地方，大概是晃了一下子，没什么了不起。然后让人家那种眼光来对待你，我看很难受。你们中国人很穷，所以你们才跑到我们国家来。你觉得很舒服啊，是不是这样？比如说你们住在这里，你们那地方很穷，你们才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才有饭吃，你愿意吗？就你有饭吃，我们没饭吃啊，我不住还不行吗？对不对？如果这样，人家有这样对待你，比如说我们福建人都这样对待你们外地人，你们能接受吗？你可以这样理解，但外国去也是这样，人家这样眼光对待你。奇怪，他们都是华人呢，我说接他都是华人，他是华人，他就会瞧不起你这样。你们怎么样？也是从原来大陆出去在外面的出家人，所以说我们要爱国，没什么，中国了不起，对不对？地大物博，人多力量大，是不是这样？吃三亿，吐口吐沫把你淹了，对不对？这种行为自豪，对吧？矿产资源很多的嘛，现在很多外国的愿意跟中国做生意，中国东西多嘛，他那个产品如果跟我们贸易，他推销到中国一人买一件，你看看多少，我们跟他贸易，他们人少啊，所以愿意跟我们做生意，中国哪有不好。现在人家也对中国也刮目相看，不一样，现在我们现在也好起来了。所以说呢，只是说某些地方跟外国会相差一点，比如跟先进国家相比，在科技方面会差一点，啊，有些我们现在也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学佛来说呢，我看中国就挺不错的，没有什么不好。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不好，我将来要去出国，你应该说我将来要出什么？出界。出三界，不要出国。出国应该出的娑婆世界的国，啊，你到他方国土去，你看那个多神通自在，你要多快活，你也不要买机票，也不要花钱，你想到哪里去，只一伙时间，遭游十方所有的国土，你都可以去，哪能不能看呢？那奇怪说，极乐世界那么好。大家不想去不觉得遗憾，美国呢没去他觉得很遗憾，一次签证签不成，还第二次第三次了，一直来回的签证，一直要争取去出国。为什么不争取去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他也要办护照啊，
办什么护照？信验行。你信验行记住你就可以去，你护照你自己办，不要找公安局求人了。我有一次办护照，因为去求人，我一气就差一点把所有证件撕掉。我说再等一个小时，如果办不成的话，我就撕掉了。我这个脾气就是一般不来去求人，没有特殊情况我不会去求人。等啊等，然后就说他昨天又值班啦，今天又不能来了，然后他说现在又不行了，他又要吃饭了，然后他又要什么其他事情要开会了，那你等吧等吧等，今天去不行了，明天再来，明天又再等。哎呀，我说何苦，我不去还不行吗？后来总算办了，那就去。现在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了，他现在很多人欠我，再办护照太累了，我想起办护照头都痛，很辛苦啊！你到公安局去，你不给他钱，他不给你办，我要何苦呢？不去不行。大概你说要么看看电视，你都了解了，有时间你看看电视，外国就那个样子，差不多一样。好了，那这里讲说。要找到好师才能够达到信导的目的，不要去摇拜啊。即问愚人，那这里想着应该用，如果不懂的话应该用愚人。此比丘，因为问三种，一个问他的德怎么样，这个人的德行如何，他能不能教戒，他能不能教导人。一个呢还在问他说他的眷属如何，这个人的孤家寡人，经常跟人家吵架，跟他的徒弟合不来，打得风烟滚滚，这种人你尽量少找他。那有一些常有这样的一些师傅跟徒弟合不来打架的，那这样人你尽量不要去找他，你找他我恐怕也是很难。所以说他要问如何多无者，然后一指说多无者就这三者都没有问题，戒得很好，能够教戒，也没有争讼，可以一指。这里讲前面讲自选，这分成两段，一个是自己要去选一子要量好，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以问。那么多无的话讲的没有前面三种的事情，所谓三种什么呢？戒得无缺，教戒无倦，见属无争，能达到这样的可以一子。下面引申其不得去而请一子，就是不能随便的请一子，应该要成就无法才可以成请一子。一是爱念，二是恭敬，三是禅，四是愧，五是热住，这样子可以请一子。这里是应该是护举，这里是张师之德，本来字的是弟子，应该字弟子。你要请人家做一子的话，你自己要爱念珍惜，然后呢要对师恭敬，要有惭有愧，要愿意住在那里，你才可以请医子。你请人家医子，你明天就跑了，医子是请完了就跑掉了，那请什么也不可。那么弟子能够住在那里，首先要显师之德，他有办法令弟子产生恭敬爱念惭愧，然后呢弟子愿意住在那里。你无德，你整天在那唠叨啰嗦找人麻烦，那个弟子他就不住了，说明说这个师的德不够。下面无法呢，病之弟子，此仗师德归摄人心，他有德能够归摄人心，能感弟子，成此无者方可依止。即属简德，这应该也是属于简德的范围。那古语此为曰师，他完全从师来讲呢，他说不对，应该是从弟子来讲。南山严照律师说应该呢，所以啊弟子你愿意住，当然从师的德来讲他能够舍受。四分，下面的四分和五百问。诸比丘，这儿一子不能掌意沙门道行，佛令选择一子，这跟十诵跟升起一样，就是说要选择一下，不能随便的一子。即师有破戒、破见、破威仪、被呵责等等，等就是呵责了，这事情并不为不合为依止，就是这个师已经被身当中自罚了，那么不能依止。但是三十五世已经被夺了嘛。
因二岁比丘将一岁比丘往佛所佛喝责，当时有一个受戒两年的，接受一个一岁一年的呢做医子，然后他造非法事，经常造非法事。佛问他说你多少呢？他说我两岁。你呢？他说一岁。你怎么一岁一个两岁可以医子呢？佛就讲说你自己还没断奶呀，你怎么还有奶去喂人家呢？就像小孩子一样呢，抱在怀里人家喂奶，你怎么还有奶人家吃啊？应受人教授，迎合教人呢？你要叫别人家教授你呀，你怎么去教授人呢？若是有非法，这里所谓非法就是破戒、破戒、破威仪、被举和二灭等等，叫做非法，应灭或者灭病啊等等。天愚人又将弟子去，又将就是引诱弟子说他非法，你不能住在他那里，就说叫别人呢要将他的弟子呢带走，这就意思去离开那里。如果他有德的话，你不能把他引走的，搞不好就犯盗戒，那叫盗人啊。他因为他一直属于他所管辖的范围，然后你把他欺走是不可以的，那他非法的应该欺走。为什么呢？他本来这个出家的人呢，上面讲的串入佛法啥都不知道，如果他非法的事情会告诉你非法的事情，他以为这样就是佛教。所以说有一些感精忏的师父啊，他就会叫他的弟子感精忏，他没有别的，他有一套的法术。所以说我告诉你放烟口怎么放，拜忏怎么拜。那么出家人他认为这佛教就是这样嘛，放完烟口啊，念念经啊，就这样子，所以他就学坏了。下面五百问说，其实无非法而又将沙弥去犯众，这五百问引说明啊，又老病比丘死的缘，因为老病比丘因为没能照看，他把他引导去，后来因为死掉这样的因缘而自说不可以。我看记文，事分有三段，从明先选择，这儿就说，不选择随便找一个人就医子了。我们现在医子师似乎觉得不太重要，既然不重要，那剃度师应该很重要。你既然一直追随那个剃度师嘛，那么剃度师你就不能随便抓一个剃掉就算，应该要好好的选择。为什么呢？那个剃度师可以说直接影响的你将来所有做法，你除非你要后来出外去参学上佛学院了解佛法以后，你才会慢慢对你的引理师呢啊，因为那个剃度师呢有所改变。那一般说对那个剃度师已经有培养了一定的感情，那也很难改变的嘞。他还是我师父，我师父，师父长师父短呢。那么那个师父有所教诫，他也不得不听，或者说他给你不少恩惠，给你小恩小惠，给你衣服啦，给你钱发啦，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你讲什么你也不得不听啊。所以说六度当中呢，布施放在前面，还是财施放在前面，接下来才法施，这有道理啊。你给他好东西，然后说我给你讲个道理他听，像小孩子一样，我给你个吃的，给你个糖吃，给你个果冻，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他就听你，你一下子跟他讲他不听你的。所以说先讲财施，这么一个道理。那么那个剃度师已经给你好处，给你恩惠了，好玩的东西都给了你了，然后他叫你做什么，常常说师命难违，我看常常卡在这里，信不信？他就给你好处了，然后现在你就出不来了，他叫你做什么你都不做，不做的他给你翻脸了，我给你那么多钱，你这家伙没良心，完了，你没话说了吧？好好好好，我只好这样，我有这种经验，就拔不出来。那么下面呢说，即下事过，闻列喝责等事，本来应该有喝责，这是破戒然后是的。因下是明减年，二岁跟一岁那个是延期，当时有一个叫婆仙比丘为断乳的比喻。下面是引将去。应该要
引导他去，就若是有非法的事情呢，应该要引他去，因为有破戒啊。那么再来引五百问，如果如法的不允许放纵，因为道人的缘故，应说比丘、西游比丘这，那么引下面引起啊，把这个比丘的沙弥引走啊，那个老比丘后来无人看管呢，无人看是不久的命中。治这个事情，那立宗因为六情诱他弟子佛言不听，那个子犯吉罗论中犯重者，比道心的无道心的话，应该犯轻，只是说把他带走而已。这样，下面善见和升起这两段的合在一起，善见云：若不解力，当解经论，不得度沙弥及依子。这在前面几卷好像有提到这一段文，也就是说。当解经论，那就是说像相当现在的经师论师不了解律，因为律是基础，出家人的规范，这个不懂，等于说你不能当一个好比丘。申请你说成就四法名为持力，为知有罪知无罪知轻知重，我们常说这就叫施和善。下至知二不立得作和善，乃至要知二不立，下至应该说乃至。下面简我们看记文，简邪业，简行结疑，必依解力，然后呢，疑之不许，其疑之不许，必叫解力。你看解其他的是不可。下面引升起的解释，解相上面轻重知罪无罪，那是解相之，恐怕有滥意，所以说要二不虑，不系事中。二不虑为什么在这不在知罪知无罪那个范围呢？啊，他不能如善观察机缘，因为二不立他很管所有的事都在内，他只上面只是知相而已，还不够，所以不能观察之言机缘。然知立相容有之问，自疑不许，故之下至。就是说观之相，那么可以问一问呢，那么至于其他不能够其他的事情他还不能知道的话呢，所以是不可以，所以要知而不虑，做和善。又引三千威仪讲，多有请二师方法及舌受共行之仪。那么这一段记文呢，是有引出来。那就第二卷里面讲说，心智比丘啊，遇到贤者所请坐依子阿舍离单先说言，他要告诉我们怎么请依子。先说明一下，他说我是某人，已经离开三师。怎么会离开三师呢？受完戒不是有主要三师吗？结魔教授和尚都离开了，他借我们这里讲的是请依子阿舍离的嘛。各去是若干里，就是说若千里吗？若干里啊，应该若干里比较合理的啊。你说已经离开，就离这三师，我已经离开他了，他们离我呢有这么远的地方呢，今独来在此，我从比如说啊，我从东北很远来，我离开我的三师了，我在极乐寺受的戒，那么我现在跑福建来了，那一直这样就来到这里，本意易学，本来是为了学习，连疑国君不安呢，可是东北不安，比如这样说啊，是不是？那个地方呢也不安，那这个不一定完全按照那样讲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式而已，没有不安的你不能说不安，或者说我们那里啊没有知法的啦，没有地方可学，所以来到这里，来到寺跟此是一样，自归贤。故自归贤者，他说我现在要归逃贤者，也就是说我依靠你了。贤者呢为我做依子阿舍离，贤者用谋只是自己哈、啊，你就用谋呢，自归故，受谋甲为弟子，说我做你的弟子。这个不是再拜师父，要搞清楚啊。我们说我怎么再拜一个弟子为弟子啊？自归呀、啊，依子他。其实比前面那个出家的更重要。贤者呢，当用法故，当用法，意思你以法来教戒，为某甲做阿舍离说疑，然后这些话都说了，
那大概那根据前移，你们将来会到别的地方去参学参访呢，你可以用这些话来根据这意思哈，头面作礼，陈请等，然后跪下头面陈请。这也不一定我们完全这样用啊，你将来可以教诫别人，告诉别人也可以这样子。人家说那请医师怎么请呢？他没有学南山或者没有学三大部的话，他没办法，不他不懂了，他也不没学立藏，那你就告诉他，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先说明一下。你不能莫名其妙靠靠靠，然后我请你做医指师，我说你干嘛呢？是不是你要说明一下，人家同意才可以，你不同意也不可以。一弟子一一子是阿舍离亚有五事，一个叫五种事，应该怎么样呢？当树瓦，你说一子一子，可是从来都不见面，两个虽然同住一个寺庙，叫做敬而远之，是不是？我一子了，那例如说要一子嘛，我一子了嘛，敬而远之，很近，但是远远躲开。二呢，自凡当三坛子，先敲敲门，然后第三呢，进去以后头面礼。四是常跪问消息，什么问什么消息？就是你最近干嘛？哈，就相当问信，他的身体健康、少病少恼等等这样事情。五者当凡向复出，然后完了退出，复有五事，然后呢，当往问信师父。师有叫你的话，应该着袈裟网，不能单独穿个什么小衣啊，穿个汗衫就跑去了，或者穿个裤衩，对吧？三呢，应该要怎么样？当扫地具，造水找水，肯定经常要去，打扫房间，然后到处擦一擦床上呐、桌子上呐、抹一抹。四呢，若有所作，若出入行。当报，行止当报，就你做什么事情进出都应该要，白事。五受经问解，得不得不应有恐意，就是说，或者说你问到没问到，或者理解不理解，你都不要害怕。这个得不得说你能够问得到，或者他是瞒呢、你不要害怕，这样才能够依法共住了。这上面说。先要告诉呢简德完了呢，就怎么要准备做请的一些工作，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平时要做的哪些劳务的事情。下面是请示法，律中由和尚命中无人教授多坏威仪，后来成为多威仪，吃饭呢、乃至众生集会的时候啊，他常常犯威仪的事情，比如说吃饭翘着懒腿，没人管呢。所以说沙弥啊离开剃度师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沙弥现在你没找到一指师啊，你离开剃度师那谁管你？别人如果说出于发心的话，偶尔去讲你两句一两次，如果说你不听，人家就不管你。他一指你不听他要管，除非你解开一指你剃度师也是这样，你应该就管他。作为新学的人，当然要听从管，有时候不管你那一套，换非威仪的事情，这样事情呢，所以就请医子。听有医子，如上和尚法跟和尚法一样的做法，就七法、三法那做法。令法被增益广流布，就是佛法能够增益。记文讲的所谓多坏啊，利营说。不按威仪着衣不齐整，起时不如法，处处受不尽时，受不尽波时，在大时上、小时上高声大唤，如婆罗门会作无益。就是说，所谓说坏多坏威仪，就指这些事情，就是出入众啊，有所违犯。下面听一下那些言字，就是请医子的言意。补和尚的位置，因为和尚教导，可是呢现在离开和尚，所以要请一个一子师啊来教导。升旗呢，超文讲义德名师为尊，请师也叫尊，那个言文当中啊就叫尊，
遵意念，我摩甲从遵气求一子，他本来这样子，那我们这里文有所改动啊，请文这样的大德一心念我摩甲，这就是请一子师的那个文啊，你们将来要告诉你的徒弟出去请一子师，用这个文告诉你的徒弟就可以了啊。我摩甲比丘今请大德为一子阿舍离，愿大德为我做一子阿舍离，我依大德故得如法住三说。小智丹说：“律文少语加舍离字，所谓律文少语，我们看后面翻过来那个注解括弧里面，你们有括弧吧？祭文的第二行注中有没有？注文第二行注中开始，那就是应该括弧起来注解。他那个文雅笔吟应该是这样子：我某甲求大德为一子，愿大德为我一子。”没有，没有舍离两个字吧，所以说陈秘书加上阿舍离，意思是说这里有加，因为例文少，所以加进去。其实呢，那个原先那个文呢还不是这样子，所以后面有解那个我们这个祭文的注解说啊，以大德故，知加改不为舍离二字。什么叫做知啊？故知加改不为舍离二字呢？这个你们这句话有没有理解呢？意思说抄文当中啊，那个注解说律文里面没有舍离，这里加上舍离，说一家加上舍离了两个字，可是严照律师说原文还不是这样，不只加舍离两个字，懂意思吧？意思不是应该是这样呢？他原文是，你看我们有没有区别，就看这个注解的文说，我你看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今请大德为一子阿舍离，然后我们翻过来比文比云，我某甲没有比丘吧，是不是我某甲求大德为一子，应该说我某甲比丘今请大德，就是说意思说不只加舍离两个字，这样了解了吧？就还有其他加呢，下面说我依子大德住，应该说我依大德故得如法住，是不是这样？得如法住等于说加了不少字，而不只加这两几个字。那么抄文呢，后面一句呢就是一直是说了，可尔比音，就是一直是说可尔以鲁一直莫鲁莫放逸，他必须要这样讲，如果是不这样答的话不成，还是不成，一说我没准许你，你讲你的吧，你不成相识。那么祭文补充说呢，就第一行那里请法准力应该祭足为宜，跪气合掌，跪气合掌，你要跪下去，应该互跪合掌，然后陈请升其义名，升其义名说有请尊呢、啊，那个尊的意思说，有不同的名称，这了解了。请法我们知道，五分云，我当受尊教戒，你看升其也要尊，他这里要尊，我们四分通常叫大德，否则不成。那就等于补充一下，他说我当受尊教戒，否则不成，就是说我一切听你用你的教戒，不是说我请你依止，然后大德我现在要这样这样学可以吗，或者说我现在要这样这样修请你同意我，这已经是不成的了，那不是说听从尊的教戒，他告诉说你应该这样学应该这样学应该这样学，那过去的大德当然是明眼人呢、啊，我现在要这样真的找到这样明眼人那是很难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牛羊眼不能说没有，牛羊眼看不出来，或许我们在座在当中是阿罗汉是菩萨，搞不好是登地菩萨再来呢，倒驾慈航，对不对，我不知道，牛羊眼没办法，如果是有慧眼一眼认出来啊，在那里中间住那个就是菩萨，是不是这样
啊，我们不知道。但是说，你要这样做，按在历是按南山历里面必须要是这样子。你谦虚一点，你既然请人家教戒，依止他，你再听从他的安排了。好，先不相识者，应问何善舍离名字，就是应该这个应问指谁问谁呀？弟子问师，师问弟子。所以说这个文很简单，是不是这样？嗯，反正说师问弟子，弟子问师都可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师问弟子，是吧？先不相识，因为他找人家依止了吗？他要找，比如说我要找你依止了，那你要问我了。那你的和尚是谁？你跟谁受的戒？哎呀，你那个戒不如法，或者怎么样呢？对不对？你几人受戒？啊，这样问，比如问一问呢、啊，叫做应问和尚舍离名字，等于说考核一样，你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和尚谁？就是我们受戒疑问的和尚谁，自己的字谁，法名叫什么？或者你原先出家的师父什么人？先住何处？你开始住在什么地方？你先那送了学了些什么？他来还就好教戒你了嘛。他说我什么都懂啦，什么都通，三藏都通，那用不着教戒你了。他说你为什么没看过？看你个小宝本啦，怎么这样？那他就好告诉你的大本的事情了。你我大本都看过了。好厉害，那你没有话交界了。若不如者，应于若不如者，说他不如法，不如法者，一听呢他都不行，这样呢，你应该说我不认识你，你呢也不认识我，你可以、啊、到别的地方去依止，这等于直截了当去讲了。如果有疑，对有点怀疑的话。我说对这个人不太了解，叫他住几天，住六天观察，因为上面有文了嘛，是送有文说，找不到了，可以五六天呢，所以说住六宿观之，所以说跟上面有文不相冲突。为什么不住上半个月或住一个月、三个月考验呢？是不是？他立文住自己几天而已，你就不要找一指示，何意为受？你觉得差不多，所以说藏传佛教他你要找一个善师，他要考核的，考验你，就弟子要考验上师，上师要考验你，就看不合不成不成，就师之关系，应该这样。现在有了，如果人家剃度也应该这样，人家说你怎么跟他剃度，能不跟我剃度呢？跟你缘的问题。他那个听他的，你不听他的，跟他不听桃源，剃度也是很难的、啊。常常有人说，他一剃的话，那个人也跟着要剃，那个人也跟着要剃，可是他跟你没缘，不成师之，不相涉。话不投机，有人常常是这样，你半句就多，你听他都烦，看见都讨厌，他会这样子。桃源的人，你跟他骂他很舒服。我们禅住原来两个老和尚已经往生了吗？一个驼背的，记得吧？一个驼背的，一个唠叨了两个人。他两个人怎么骂他没关系，那个老的驼背那个跟那另外一个骂，怎么骂没关系。可是那个驼背你谁都不能讲他，你要讲他一句，他把你祖宗三代的老底都给你揭出来。他骂人那是最有技术、最痛最痛的地方，他把你挖出来，所以说谁都不敢惹他。可是呢，被那个老的骂呢，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没关系。可是他两个没缘，说他没缘，他两个有时候也弄得打起来，也会打起来。打完他没事，他明天又很好，就是很那么奇怪。可是他两个往生的前后而已，同一年前后往生，说没缘他也有缘啊。我们常常说，可能他该他的账，他前一辈子欺负他，真欺负他，那个老人欺负他，他静静的让他欺负啊。你别人一生都不能讲他，我也不敢讲他，我讲了他也骂我的。那我要跟他好说，他一般还听，是这样子。所以说，你看这个因缘不得了，佛教讲这个因果呢，那真是不可思议。
人真是这样。如果你跟他相处得好，讨厌的话，那个人给他怎么骂他没问题。你不讨厌，你就是好心好意劝他，他说你用心不良，你这个家伙净找我麻烦，他会这样呢？你要相信，这就是因果，就摆在那里。这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剃度也好，医治也好，你这讨厌了嘛，讨厌他好教诫你，他好讲，他顺从，你不讨厌就是很辛苦的事情。所以说这里讲呢，若医治师不答许可者不成，他必要答你许可，你不是强硬强找他医治，他医治他不成，他不教诫你呢，你怎么答怎么做呢？所以试问一，比前时受医治，比前时，这个比指弟子，弟子派一个人去受医治，那么师死以医治，师派一个人给他医治，皆不成。无论是派去呀，就这等于都不现前，做法不成。啊，无问教出名弟子受教之词，本立无文头，他就这么引。啊，今昔准用，这要以五分这样准用。先下名呢，不实的话要光亮，就是亮一下可否，就观察一下。如下是名师不答，名师不答就是说师不答的话那不成。那下面呢，前死就身不现前不成做法，前受就是弟子慢意，就弟子派一个人去医治，这不可慢意。那么前移呢，这师是率耳，就是太草率了，人家医治这不成。啊，第五是师色受法大同前法，比如说师相色大同前法，就跟前面呢和善的那七种共法一样，那个七种共法是指和善而已。那医治师的相色法呢，跟和善也是一样，那七种关系，七种关系知道吧？哈，就我们前面那个文，就一直法。三体云日别三时，这就是说一直，这是一其他是一样的了。那引申起来讲呢，它具体的怎么做呢？日三时当中，三时就是说早中晚三时，叫三战教法，这只是应该是一天三时教法。不能广者，上面是说广说三战教法，不能管说略说三战，就这里讲说略说，不能管说就略说。下至略知经，戒经轻重，戒经当中的轻和重是经，音戒录意，五音十八戒十二录的大意。若受经时、供诵时、坐禅时，即名教授。这为什么这样是教授呢？就说受经、读诵、坐禅，在这里面也有威仪法则，等于说你跟他一起做，让他去模仿，这也是一种教授。若不尔者，还不能够这样。下面就直言说呢，莫犯意。早晨说莫犯意，中午说莫犯意，晚上还说莫犯意，差不多这样也是不成交接。但是说他也还说了一下子，你实在找不到医治的嘛，你刚刚出家。那话虽然说莫犯意这么简单的，应该或者说多两句，你不要懒散，不要偷懒，你要多学法，多学习经典啊，诵经啊，或者你再讲一下子，但是文字这样讲。好，教戒初文升起广列次第四节，这里分成四节。第一节是三时叫三战，第二节不能广者就列说三战啦。那么第三呢，若受经时、坐禅时等等，那个是第三。第四是直言，叫四节。初名管说三战，晨朝日中，风暮，就是说早中晚三时。我们下面列说三战。好，那么这我们都知道了。以善事法，言虽防神，并息三时。
人虽然有繁杂的，广说就是繁杂，有的是非常省略简要的，莫犯意，那是略省略的，都要三思，这样才成教戒。准此以明，今听讲，这上面说坐禅同诵吗？那下面说今呢，听讲就听讲经说法的，坐禅，那么吃饭，就是说禅讲、听讲、禅斋，初学者并令依止。就听经怎么听，怎么做法？你们躺在那儿听经啊，很威仪的，要早去。坐禅怎么做？应斋受供怎么做法？这就说初学的人呢，都要依止，就此类的威仪法则。每日教戒，过程繁重，不行不诵，徒设何矣？这个文字呢，有点太简单，似乎不成连贯，是不是这样？其实读道心律师的文实在是很辛苦的事情。你看读智者大师的文就很好读的，好读的很多。你读他的文字，我们似乎看起来就一点不太连贯嘛。他说：“这并令依止，每日教戒，过程繁重，不行不诵，徒是何意？到底说，到底要管教戒，还是不要管教戒呢？”啊，他说：“过环讲又成繁重，如果呢不这样做的话，那有做了依止也没用，是不是这样？那意思是说要随仪。”随意，你太过繁重的话，那有人厌烦呢。你不能说完全说啊，厌烦了可以不行，不行就是不可以。所以说，虽然是有这样的一种设法，日三时似乎成繁重，每天都要这样叫就成繁重。你不去做的话，那不是徒设了吗？所以要还要是要做的，但是这当中呢，应该要随意去做。我们看记文说，以开略法自可依行，略法呢一般可以做的，况法以难遵人情意厌，法以就讲多的很难遵守，很难做，人情又喜好简易，所以说很容易呢产生呢怨见。中国人好简不好烦，所以说那金刚经就翻译得很简单，所以鸠摩罗什翻译的文经典呢很受人家欢迎，那玄奘法师翻译的呢，人家就觉得有点太烦了。你看《般若经》六百卷，《般若经》实在是太烦了，看看看你会觉得很辛苦的。这样这样这样，等于说过一段时间他又重数一遍，过一段时间数一遍。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乃至什么什么不可得，乃至什么不可得。然后等一下过一会儿他又重新再来。可是传记里面说，玄奘法师他开始也意义。可是天人告诉说你不可以，鸠摩罗什他九代翻译，他可以意译，你不能意译，要直译。所以玄奘大师的经典是直译，鸠摩罗什是意译，他敢根据的意思翻译过来，所以说很少中国人翻译好读啊，对不对？鸠摩罗什的文字很简，中国人好简嘛，翻那个《般若经》六百卷，他读一次好不容易读一次，是不是这样？很少出家人能把六百卷般若经读一遍，也可以说很少有人把华严经读一遍，是不是？读华严经好辛苦的嘞，我读三次把华严才读完，读实在是读不下去。为什么呢？哎，佛当时所讲的那些人都听得如聋如哑，那我们看呢，菩萨有一个微尘海，当中有无上菩萨海，菩萨海当中有多少多少海，那么多海理解不了，读读读就放在那里，再读不下去了。人家说法眼是经中之丸呐，你不看又很遗憾，又把它重新请出来再看，看一段时间再是看不下去，又还回去。好了，下定决心把它看完，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有一些人常常喜欢呢花钱去买很多经书堆在那里，怎么说？我以后回小庙慢慢看。古人有讲说，你去买书啊，还不如去借书，借书呢，还不如抄书，啊？
买的书放在那里，这是我自己的，然后我以后慢慢看。那个慢慢看就坏了，几乎不看，几乎不看，放在那里没关系。你借来的以后要还啊，那主人要讨回去，你不看不行，你借来不看，你借来干嘛？那你拼命看拼命看，你还给人家，是这样子。你看那个罗斯底下一个弟子叫深造，深造大师，他的字写得很好，但是就问人家去抄书，抄书抄抄抄，他那有些就涉及到经文的问题，然后他就去研究经典，是这样子。他替人家，他就等于就被人家雇，是这样子。他没有去自己去买书放在那里，过去人也没那么多钱了。啊，有人说我去请一套弘一大师全集，然后供在那里，然后很高兴，哎，我有一套书啦，这样子。我没看呢、啊，为什么？我以后慢慢看。请到什么全书，我请到什么藏经供在那里，我看你一辈子难道把这藏经翻完？你倒不如发心住在哪个地方，能够翻藏经的机会，你就翻翻书。那真会看，我没书啊。我以后离开这里，我没地方看了，他会去看。你有书没关系啊，我以后慢慢看。然后呢，你想想看，一个说你不能说一辈子都没事情吧，总是要做点事情呢。再一个呢，你会老的吧，你眼睛会花的吧，你记忆力会减退的吧，你会生病了吧，你会看吗？所以说，要抓紧时间。你现在最有把握的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你们都要后悔，哎呀，我以前时间浪费的很多，在那里啊懊恼，过去已经过去，追不回来了，那我等待明天以后再说。以后时间没来，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未来的时间你的未卜，你最有把握的是当下，现在今天你最有把握，你赶紧利用。今天你不利用，你就过去了，过去那就是无效。所以说我们通常的晚上时间比较有把握，我通常看书这个就晚上一点时间，就晚上人家得找我来，我实在是很烦，因为白天时间几乎靠不住啊。这会儿人敲一下门，那个人敲一下门，这也有事那样有事，你几乎没准那个时间不是完全是自己的，所以晚上可能没有人来了。如果再个时间再有人来，我是很懊恼，哎呀，怎么晚上还来人呢？对不对？你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没有太多时间找你们麻烦，然后你就在那里空想观天，我以后怎么办呢？我安居完了去哪里呢？就在那里想，我要到那里去修行，我要到那里去干嘛？你现在已经有时间，你都不干嘛，你说以后去干嘛？干得了嘛吗？干不了嘛，对不对？你现在已经这么多时间在那里，你都把它换浪费掉了吧，多可惜啊，是不是这样？这只我只是提出共勉而已，共勉应该这样掌握自己。未来时间你都不去想它，我将来去修个小庙，然后我修个光房，我住在那里闭关，你要这样想，你永远闭不了关。我就遇到一个老师傅就是这样子，整天说闭关啊闭关，跟跪弟子说我现在要闭关了，我跪一段时间要闭关了，我现在你们不见我以后就见不到我了，闭了十几年也没闭成。会这样的，你这是准备的事情你做不成，就是说你有机会你心能够歇下来，现在马上干那就对了。好，哎呀，我刚才讲到哪里去都忘记了，还请示法那个讲了吗？还没有啊，就前面那个只过那段是不是？这样啊，人情我们就说容易产生厌倦这个地方哈。故知其繁重，亦使随宜。随宜，你太繁重了，随宜一点。然后，但是不能怕繁重，还要教戒的，每天还要这样做的。所以说常在的坐禅时及中时时，这些威仪法则，这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威仪法则也要到医子师去告诉你的意思，所以并令医子
怎么端钵，怎么做吃饭。那个端钵吃饭呢，也不一定完全说你们传戒受戒那个大师傅告诉你那个钵你怎么这种转过来，你要转过去，然后底下人的那个怎么这么拿啊，他拿菜要在底往底下拿，不能从上面直接拿过来，有了黄门山了呢。对不对？如果端正的嘛，单细波响时就可以了嘛。那个时候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规定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呀。这样，天换的时候这样，转过来，我们邢台里头没有这样七转八转的啊，那就打了，来转一下，来念供的时候这样，念供那样。那个文我没看见，我不敢完全否认，那个文我没看见，要这样拿的，那只是说可能是代代相传传承下来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原则上要记住威仪，你趴在那里啦，为什么要自直起来？畜生吃饭都趴下去背朝天，其实我们现在要有区别，顶起来，头顶天，不要背顶天，背顶天就完了，是不是？背顶天就四脚落地，所以要头顶天呢，这样子直起来，一直是这样子。那要记住威仪啊，说吃饭坐禅它都有一定规则，所以并令依止。好了，诸佛不是一方。